早前郭美美炫富51亿的话题余温不减，随后的奢华派对庆生依然让郭美美赚足了眼球。尽管有人叫板，有人质疑事情真真假假，但不管是真是假，郭美美一直以来都是话题不断，引起众多人的围观和热议。除此之外，郭美美还经常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各种性感自拍照，更有大尺度的泳装炫富照。照片中的郭美美永远是纤细的长腿、白皙水嫩的肌肤、尖尖的锥子脸，看上去娇艳欲滴。然而近日郭美美现身某网游发布会，当天一袭低胸衣半球外露，尽管整体看尚为丰满，身形妩媚，但却发现郭美美的面容与自拍照简直判若两人，锥子脸变成大饼脸，眼睛变小了，皮肤小。